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华，今日为大家送上的是由我编剧的《梦蝶劈官赠花》的一个小片段，我是饰演庄周的。咁喺呢一个片段里面咧，想介绍下我嘅演绎方法。咁咧，因为呢一个人物咧系由庄周幻化咗皇孙嚟到系试探妻子对自己是否有永恒嘅情感。咁所以咧，佢实质上嘅身份咧系庄周。所以当我背唱唔系面对住田氏嘅时候咧，我嘅唱腔咧会用翻苏生一个比较肉大咗嘅唱法，亦都系比较老成啲嘅表演。但面对住田氏嘅时候咧，咁就会系有一个皇孙公子嘅一个风度翩翩嘅少年嘅表演方式。咁喺呢一段戏里边咧，无论田氏或者庄周都系好难去处理嘅，因为咧田氏要不断咁样去挣扎，究竟接唔接受皇孙嘅呢一段嘅感情。咁而这个庄周呢，他是在辩证这个情感有没有永恒这个道理，但他面对着的又要试探妻子的情感，所以呢他不停地变化自己的心理，所以呢在面部表情的控制方面呢都有很多的变化，是很挑战的一场戏。也都是很感谢胡之锋老师为这一场戏那个身段的编排呢是很漂亮的。咁亦都我爸爸設計咗呢一個變奏嘅《千般恨》之後嘅一大段嘅小曲，咁咧就非常之好聽。咁啊，多謝彭錦信師傅嘅好靚嘅音樂啦，同埋陳定邦先生好靚嘅鑼鼓嘅配合嘅，請大家細心欣賞。夜來再正情久永，但求不变夫妻情。思量学生高进，思量游丽。云顿起，心不安宁。人生啊，痛是梦悠悠，梦里庄周何时醒？啊，师娘，学生深夜到访。因为老师的齐物论乃是绝世妙文，我都惊已腾落如笔，意欲在老师的灵前再诵读一篇。医者嘛，想到明朝一别，便再会无期。学生，我有满腹心事，还望师娘鉴听。公子，梦里一个月娥，朝诵先夫之文，夜录先夫之作，至诚至敬之心，人皆赞颂。我田氏亦衷心感激啊！为师以夜深，你我共处一室，恐夜闲言蜚语，还请公子你珍重。师娘，此言差矣。飞短流长，何须惊？
今日行正午，我连你青春去到堂前孤苦不一声叹你句无母亲独守寒露，无知遥应我非狂风寻花径，却是冲锋偏衰流，烟衣难尽，别离。Oh, yeah.
有何争啊？从这一那情，身披露寒风也景，乍见双飞蝴蝶舞娉婷，蝶影纤纤感与风比拼，情之俗堪以性命倾，故而采得蝶花，把情心静啊。孤身踏芳岭，猿啸寒蝶，双双赴幽冥。一朵蝶花，盼接灵啊。
是真诚啊。Stop me.